我今天要做的部分就是比较老的叶子弄掉，老的叶子，可是我现在这样看分不出它哪个是年轻，哪个是老。好，我来试试看，是不是烫了一口香？不会了，你试试看。有了，耶，我知道了，你知道吗？耶，我们夺的，耶，我知道，我知道，就在你们那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但是不会，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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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你看，哇，刚好对标了，对标了，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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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怎样，好吃吗？很爽口，很爽口啊，来看看。看到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气质走进来？怎么样的气质？看不出来吗？啊，真的看不出来啊！什么来着？什么来着？我心里的，すごいだね。ジャスさん，好厉害哦，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成美文化园区啊。从外面走进来，你就会认识很多很多的很珍贵的植物、树木，对啊。棒哦，好日本，好日式哦。好了，哎，重点是什么啦？我们这样绕了一圈来干嘛？对啊，来宾在这里哦。我们刚绕了一圈没有找到啊。线索在这个，线索在这个，这里面吗？打开吗？没有啊，没有，你要去找。我以为来宾要这样。什么？真的？我们要去找，这个是线索。这是线索。我觉得这比较适合。好。拿GoPro。你好，你好。请问一下，你们刚刚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样奇怪的人出现？就是你们。对，除了我们之外，就是还是你们没有。真的，很久了都没有看到。真的哈，谢谢。去绕一下。酷哦，这好酷哦！这个是线索，那你说台湾来宾，外国人我也没有认识很多，是这个方向吗？看，那走。哦，好可爱！你帮我拍一张。对。我们。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像我们的来宾会躲起来的位置。来宾，好看呢，要帮你们拍照吗 ？OK。哦，真的。Thank you。哎，你不是那个什么？你不要说本姐，我会生气。你刚刚上那个小镇主持那个。哦，也是。对。本人比较帅耶。哦，谢谢，应该的啦。我如果第一次帅，然后本人丑，我就会哭哎。来，既然你人物吗？我有人物。哦，对哦，招来宾哦啊。来宾，你在哪里？来宾。这一棵是最老的植栽哦。东港紫檀呐。它的叶片在秋冬的时候转为紫，非常的漂亮。他们不在那边，那他们在哪里？我的来宾在哪里？去这里超大的，多哥是不是已经开始钓鱼了？你看，他已经躲在那边。哎，有美女，陈子珊。为什么一看到我转头？嘿。你还记得有什么线索吗？什么线索？哦，对啊，那个什么意思？没有看到附近还有没有一样的山？没有。那边。哦，
就是你，就是你，被我们找到了，是吧？这谁杨丞琳吗？杨丞琳吗？是啊。哦，欸、我刚刚转过来看的时候，你的头发短短，跟杨丞琳好像哦。林依晨。啊，你。哎、欸欸欸，怎么？哎、欸，你们有办法请到过关机器？哎，人称过关机器李佳颖。大家好。哇，欢迎欢迎。大家应该也想不到，就是说，哎，李佳颖会愿意来，因为我们这里其实就是因为在打工，打工换宿，然后都要做一些出国，然后都要做一些就是你平常不会去深入的一些工作。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被外表耽误的打工仔，是不是？其实是一个体力活，是不是？而且我其实是用脑，但也很有体力的人。哦，我现在会把自己说太满，然后后面不会，我就接下来这三天两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到底有没有做得到。好，还是那句老话，跟三个臭男生一起出去玩，尤其你又是一个正妹，智商你会得到一定变低，基本上现在已经开始在往下降了。哦，好，反正我们这次呢，就是跟着我们一起走，然后我们一起来去体验一下，我们这次来到是彰化，很棒，好不好？我们要去哪里？第一先。刚因为有那个资深导览员嘛，邀请他一下，然后稍微介绍一下这里。来，邀请我们资深导览员。你好，欢迎我们。好，被许多的这个网友赞誉为中部地区的第一名园。园区里面呢，一年四季其实是有不同的风景。是。你从这个，它这边现在这边的增柏，在湖面上增柏，它会是固定的，对不对？对。但是后面的落雨松到了季节对的时候，哇，它就会变成红绿搭配在一起，就非常非常的饱满。但现在也不过，现在也蛮有诗意的，很像一幅画。对，不管什么时候来，就是不一样。一年四季不同风景。超美的，我最喜欢这种古厝了。对，各位可以看到哈，这栋三合院呢，它是由四条护龙，拉着中间的镇身马车，里面有八大房的子孙，但是不是有八个老婆，它是有八个儿子，好，他在这边开枝散叶，总共呢有全镇是有140几个人在里面，这么强，多子多少？这个是个枝吗？是一个什么样的字？这个字呢，有点像是我们的组合字，分别是孔子的孔，孔 ，OK， 孟子的孟，孟，好，女子为好，好，宝盖头再一个子是字，所以是由孔孟好字四个字组合而成。孔孟好字，那它的意思呢，是希望说小朋友学好孔孟，我们赋予了它一个读音，好，在客家话里面说很棒很强。叫做暗腔，暗腔，暗腔。那像我们这种没有学好的三个人，就是暗腔。我们草腔。好，我们来分组比赛。要比赛比什么？待会会有三战两胜，豆哥跟嘉颖当队长挑队员。我吗？哎，他是过关机器耶，过关。我来看一下哦。不差啊。我是不遑多让啊。我选。跟我有穿情侣装的吴阳豪，哎呦，是哦，先凭直觉选。好啦，我们两个一组，你们两个一组。来，我给公布任务。来啊，请念。打水装满水桶，时间最短的获胜。太棒了！来，我们现在是分队嘛，对不对？是啊，对，一个正常，当然一个正常的角度来讲，非常 gentleman 的，就是我们两个就退后一步。我也是觉得，我们是啊，你少来了，真的吗？更远。我们明明带了一个妹，你那你也是带了一个妹啊，只是我的是比正妹，你的嗯。我怎么样？荷尔蒙旺盛的，荷尔蒙旺盛的妹，就他已经荷尔蒙旺盛到这样了，荷尔蒙旺盛的妹，确定真的要选。然后赢的决定谁先谁后，一拳决胜负。一拳。好，剪刀石头布。不要抽筋了。哎呀，嘿，慢动作，慢动作，慢动作。回放，回放。好吧，那我们就
好了好了，他们先了，他们先了。好，我们先。对，我们先。三、二、一。你们走开呀、啊！我记得，我们不用看了，老多哥记得不会。可以吗？可以啊，这球哥。哦，大概知道了，大概知道了。我们有事先限制吗？越快的啊，越快装满。快装啊，这里有。老哥，有啦，这个是这样弄，没错啊。这不好弄哎、欸。对呀、啊。因为刚下去，那个木桶会浮在水面上。你轻微入手就不下去啊？不会啊。太干净，这种成功。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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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你刚刚说很多，现在很少哎、欸。不是不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要找借口了啦。哦，来来来来，因为他那个宽不够宽，你知道吗？你如果说。一弄他倒会打到先打到墙壁，还有打到墙壁。他这口井很需要技巧。贾斯汀完全没有捞到。哎，这好像不容易。我怎么觉得？你在弄什么？你看你在弄了那么久。好，你弄了那么久，滴出来的水是谁来？我还没弄好啦。你哦，我知道，我知道。有了，耶、yeah, ！我知道了，你知道吗？耶、yeah. ！我蛮多的，耶、yeah,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就在你们刚聊天的时候，我知道。哎、欸，你看这雕龙画凤画的真好，啊，真的好看。你那个右手用力扑，对拉。我们叫人好看。这个累了，这个累了吗？贾斯汀，你这不是在保佑吗？你们怎么想做啊？被换了。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呢。老哥，我先帮你按摩了，来来来来来。我看你好像很喜欢呢。OK。哎，倒鸭子，倒鸭子，点点，还有倒鸭子，到了啦，还没，还没，到头啦，还没，到红黑黑色，哦，黑胶带，我以为到那个黑胶带，好，来来来来，我已经撞到都快受伤了，好可怜哦。哦，有了，就这个，是他，就他，哎，哦，有哎，哎，那么累干嘛？我那么累干嘛？哎、欸，好了，就这样，要装到全满。没要装到全满，要装到全满。好了，全满，全满，好，全满，全满。快加入，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你先看哦，嘉颖。对。哎、欸，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说身体别扶了啦。不行，抠他的脸，快点。可以哦。快就是这样子。过半机器，过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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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半机器，过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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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过半机器，过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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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哇！你看，哇！不要浪费，不要浪费，不要浪费。Yes。再来一点。好，有了，有了。有。有了，有了。哦哟！来来来来。哎，我们刚刚先做的。来来来来来来。而且他们用这个动作好熟悉。这个叫团结。等一下，下去一点。没有了，不是这样了。没有，你不要，你不要说话了。你不要掉进去哦。对对对对，就快要进去了。耶耶耶！哇塞哇塞哇塞！有了有了。再一次。好呀。来来给我。哎，可以了。你自己。平常在家的时候是不是都揍男友的那种？如果五羊，你可以好好的把一个弄满，满，对，一定要满，交给你了，想办法把它弄到满，对，好不好？来，靠你这个 muscle， 有，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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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不够，不够，不够了，够了，满了，满了，满出来了啦 ，yes， 哦，我今天把它喝完，太强了吧，嘉颖，哦。
怎么样？多少时间？不用公布了吧？应该就是我们了吧？不用公布了吧？他们两，他们两分半，我们呢？两分分十一秒吧？差太多了。我们五分，没办法啦，碰到了过关机器，真的我懂。哎，我们这几战几胜？三战两胜。哎呦，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第二关。两人接力嘴咬汤匙，传三颗乒乓球到阿嬷的房间，时间最短的获胜。传三颗乒乓球，好来来来，三颗，好来就位就位，可以。够够，来预备，哎，用嘴巴啦，咬它不能用手，有咬它。对，已经开始在计时哦，不管他讨论了，已经计时了。五样可不可以？他不行哎，他又掉了，还是我？好喝，小心。哎，如果他们在这边掉的话，好酷哦。嗯嗯嗯嗯，哎，这个角度看好奇怪啊。蹲着，蹲着，蹲着，他要这个要蹲着。你现在你好好笑，太难了吧？你现在你敢不敢用跑步的？你敢不敢？你不要挨人家。你敢不敢？你不敢吗？我不敢，我不就是不敢。你现在脚不敢，不然大一点。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的话，你就来。那等一下我问你哦，等一下我问你哦，我问你哦。五羊加油！五羊加油！That's right， 三哥。Put the ball in your mouth. Put the ball in your mouth. Right, right. Oh, that's my nipples. Hey, hey, 你不是很会跳舞吗？你不能一面跳舞一面走。哎呦！一面跳舞一面走。你倒对对对对。哎，转身转身转身，旋转旋转。嗯嗯，他说什么？要上来吗？不要再跳舞了。哈哈哈哈哈！哎呦，哎，恰恰你知道怎么跳啊？噔噔噔噔噔，你要退了。噔噔噔噔。嗯嗯哼，我哦哦，嗯哼，我哦哦，等一下，哎，我们真不行哎，没有，我们要检讨自己，一点都没有犯错，检讨自己，对对对，下一次更好，就照这么做就对了，好不好？就照这样子，哎，我要做，哦哦，就照这样子。有有对对对，大力调一下，嘴调一下，嗯嗯，很好，很好。鬼怪，你再拿一颗球好了。我没有几颗球啊！三哥，等一下哦。嗯，这很快就老师的齿痕，好夸张。再动作，你家已经快到这里了。这个是什么 ？Interpretive dancing。嗯，哦，哇！吓你的脸吧，好累啊！吓你的脸，他变孙悟空了。来加油，最后一颗。哦，好了 ，Yes， 耶！一直被你们污染呢，你才在污染这个汤匙吧？污染，放嘴巴就污染了，心跳跳的比较快嘛。你还是要接啊！我跟你讲，等一下 Justin 会太歪了啦。Justin 很歪的。他来了，没有正过。五羊污染他，污染他。污染他。他跟你第一颗球的表现哦。来喽。第一颗球的表现怎么样啊？你看。来喽，这样不好到吧？左右什么？来了来了来了。哎，这一招，哎，这一招很危险哦，这一招很危险呢，这一招很危险呢，可以吗？你行不行啦？豆哥，不要再失误喽！你记得有一个楼梯哦。小心！两个人的脸好像快要接吻。对，这次应该做。哎，贾斯汀，你不是很会功夫吗？
你不是什么猴子犬吗？来来来来来，表演表现一下，这不是很有把握吗？哦，这个太高了，要低一点，要低一点啊！他走好快哦！不行，他们这个一定会失败。敲。哎，他们还蛮顺的。我们刚刚没有想到这招。这招就是很这样，对，这样子好像比较太斜了。第二招猴子拳。哇。他们要成功了。你们玩球很有经验哦。来了来了。啊，赢了吗？哎呀，赢了赢了。玩球有经验。第三颗了 ，Justin， 第三颗了。到了，停止，到了，该喝了，喝了。你们是2分44秒，你们不就是50秒了？50秒了吧？你们是五分钟，5分钟，有这么久啊？有这么久啊？哎，现在1-1哦，1-1哦，3-2，决胜关，决胜关，决胜关。喂，限时3分钟，递书方式作画，猜最多题的获胜。3分钟，先做做的最多题获胜了。我可以转过来吗？预备。OK。我这么快。贴贴圈。No。熊熊肚子。勾哥。熊毛。熊毛。Yes。第二题。我可以转吗？还没。OK。这个是就是你啊，就是你啊。Yes， 很像啊，都不一样啊。这个是个头发。Yes。你，我们没有作弊哦。感觉很顺。OK。外星人，这个猫，这个很关键哦。哦哦，小彼得 ，Yes，OK，Yes，OK，贾斯汀啊，是吗？哦对，我觉得我们会输的原因，叶子 ，No， 地瓜，高丽菜，哦，种子，字树，哎，它整个过程，西瓜，水果，这个是个叶子吧？一个，这是什么？等一下，刀，切，西瓜 ，no， 西瓜果，no， 句子，好，放弃。再猜一个对啊，这不是该做卡的吗 ？OK， 下一题，没了，再猜一个，随便一个水果，木瓜，打断，真的吗？对，真的吗？对，我就不知道随便，这是木鸟啊，这是木瓜，对，天哪，我很猜的，不是画的很好。太强了，太扯了，好烦哦。好，双手交换，双手交换。计时开始。Oh my god， 可以先听着这。讲快点。它是一笔作画型画的。哦，雪人。也很像雪人呢。对，圣诞老公公。对 ，Oh my God！ 第二题，很有厉害哦。第二题，香妹。好，这个 OK 哦，这个 OK 哦，这个石头，火箭，这么强，很厉害。第三题，我从来没有跟你这么有默契过，快点，现在感觉正常很多，蛮厉害的。一个人，什么人？哦，啊，是我吗？是不是？是我，没错。
贾斯汀，他用眼神，对啊，他用眼，他用眼，他给我要，可以，下一题，好，你们也好厉害哦，厉害，你们很厉害，我觉得贾斯汀很会画，而且他就是用一笔作画，鲨鱼 ，no， 金鱼，海豚，哦，太厉害了，超越我们了，好紧张，最后一题，好，还有1分钟，还有1分钟，飞碟。水瓶、花瓶，哦，很厉害。有。蜂蜜。哇！运气啊！还有一题的机会。我们已经赢了啊！哎，随便画一个，我猜一下好了。哎，这什么？三角形、金字塔、帐篷、山洞、露营。好厉害！对，厉害！哎，我觉得好猜耶，其实画起来很好猜的，而且贾斯汀画得很好，他画得很好，蛮强的，好厉害！恭喜豆豆，谢谢。优胜队会有，待会会有奖励，哦，有奖励，对，输的也会有惩罚，惩罚。好吧，没关系，我就是想要来这里被惩罚的。哎，去惩罚。这个古迹的李先生，然后因为我跟吴洋输了，我们的惩罚是要来清洁古迹。嗯，然后我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平常多久会清洁一次？其实我们这边呢、有两位很辛苦的姐姐啊，他们平常日常会做我们的基本的管理维护，除了地上的一些灰尘以外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定期做一些像我们的营养上有一些。脏物的部分，因为我听到很多鸟叫，所以鸟的那个粪便可能会在那个梁柱上面，对不对？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这边有登录历史建筑，那其实我们是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一个精神去做维护。那我曾经有做过，就是不小心敲到木雕就断掉了，怎么办？用你们扣薪水吗？假的？没有，因为不是我弄的。这真的要很小心啊，因为古迹是要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对，那先爬这么高的梯子哦，这个楼梯太高了吧？对，平常我们这边是两个人，比较安全。然后你要注意安全。好。你会怕高吗？很怕。很怕。很怕。已经撞了7年还怕？当然了。哦，要先灰尘，这个先跟它弄下来。嗯。先搓一搓。你用的道具是什么？这个我是用袜子，软的，软的塑胶片。要跟它搓一搓吗？好。阿姨，交给我们。对，快走。你给我扫完了，我就没得扫了。对对。那还有这边，难道这边也要？这边也要？哎，这上面也有。对，就看到鸟屎，我们一爬上来，有看到鸟屎的部分呢。就白色的部分。对对，一头。对，就麻烦就针对白白的部分。好，帮我们呢？那这个像有部分，有些鸟屎它可能。干的比较久的话，你就不好擦，可以用湿的抹布一擦。先碰一下，然后再让它沾点水。哇，从这个角度开始有点高哎，对，所以你不要往那边看，很高的，很高，越来越高，哎，真的好多鸟屎哎，真的，超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幕后工作人员，大家是看不到的，因为大家在这里看就是美美的、漂漂亮亮的，可是就是不知道后面有好多人就是很辛苦在付出那么多的时间去维持他们的美丽。我们来一起保护这个古迹。其实这边的鸟是真的蛮多的。对，我们站在同一个比较高。对，你看这边。哎，有点高。有点高，对不对？哦。这里到那边全部都是。哦，好，那我们先擦这边。对呀、啊，我好害怕它的颜色会掉。对，轻轻的。对啊，这个是百年历史的东西。嗯。有点难。它说多粘住了。不能太用力。如果擦不干净，不要勉强。哦，不用勉强，对不对？不要勉强。就大概就好。可是这你现在涂的这个颜色，它不是最原始的吧？有整理过。有吗？大概每4年会再上一次漆。因为如果你要看最原本的颜色，是旁边那个没有上漆的木头色。对，就它旁边有一个旁边漆的残留。你那边 OK 了吗？我这边 OK。你后面那里。后面哪里？我们往那边移好了，我们 OK 了这一段。对啊，这边差不多了。不要留我在这里。姐姐你也辛苦哎。
哎，等一下，我的屁股卡住了。我要下来。不要弄破我的网，然后。啊，吴阳，你跨过来。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我开玩笑的。吴这边啊，你跨过来。我还好啦。对，你要小心一点。你再爬，往上爬一格。你太高大。你到了，我很怕你。可以可以。好，那边要吸你的头，换一点。好。吴阳，你们出门有保险吗？有。工作我觉得还蛮疗愈，就是要去剪树，因为我觉得能够做园艺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蛮开心幸福的事。大哥，我要来跟你学剪树。我们今天要做的部分就是树叶啦，就是把老比较老的叶子弄掉。老的叶子，可是我现在这样看分不出它哪个是年轻，哪个是老哎。加下面的这个就是比较老的，它会往上面长，慢慢长起来。新的是从中间长出来，慢慢长。那叶子就是一竖起来会慢慢打开。所以像这一株是把这个拔掉吗？这两根？对，直接拔。小的，对。我很怕我把你们那个百万名树给乱拔拔坏了。不会啦。所以直接戴手套拔是吗？基本上最好你是戴手套拔拔了。我是觉得还好，哎，这个会刺人哦，真的，喔，那我还是戴着好了。你有被刺过吗？有啊。那刺了会很是怎么样的？会红红一点啊，晚上的时候会痛。真的，喔，真的会痛。那我还是戴着手套，像这个就要拔了吧？哎，对，我们今天要的就是上面这个，中间。像这个有点比较少，这个有时候就是要把它拔。这个。今天把剩下少一点，这样就好像一朵花一样。哦，像这个就可以拔掉了。可以，小小的。嗯，这个，这可以吗？这个哈，尽量是由上往下拔。哦，你如果从旁边拔，这样子，这个有时候这个是它一个皮嘛。嗯，如果你左右拔的话，像破皮一样破掉。对啊，所以拔这个要很小心。嗯。我突然觉得压力很大。对，好险不是贾斯汀来，他这个破坏哦。比较老的洋芋料，但是这个比较新嘛。看起来比较翠绿。那这个不整齐的，这个可以拔掉。可以啊。你的手势好顺哦，就是这可以。你每天拔也一样可以这样。这个是不定芽，我们大部分都是不定芽的。像你这种慢慢修，你知道这样一整颗修起来，有时候一整天，哦，不止一天，一个礼拜只修一棵树，修一棵树啊。像你要看到这个每个不定芽，大部分都要修嘛。就是一束的修啊。你看这样算，它就会往上涨。对啊，这样算一束啊，这边还有一束啊。不定芽。对。好，我来试试看。交给我，很紧张。师傅叹了一口气啊。不会了，你试试看。会，不定芽，不定芽，这个算不定芽吧？对。这个也是吧？这样就很漂亮。像这个有没有？这个也算是啊。哦。把它剪掉。旁边的。这个剪整个，那有点剪到里面。这样子它才不会再长芽出来。我懂，沿着那个主干。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些树这么贵了，因为它就是要这么用心的照顾，像照顾个小 baby 一样，好像个生命。这个真的是赢得有一点就是开心，真的很开心。我说实在，李佳颖是一个很哈扣的一个女生，她很不服输。这是一个这边我来跟豆哥介绍一下哈。
其实呢，我们餐厅里面呢，所有的食材都是原选在地最好的食材。我们先邀请豆哥哈，先从我们的这个第一道主菜哈，我们的这个日式和风左鲜虾开始做享用。山药，山药跟木须芽，彰化也有种山药的，哇，这种爽口跟另外一组真的是天壤之别，很好。虾子都帮您剥好了，真的，他们那边在尽情享用。那第二道菜呢？你一定要享用我们这个哪个烤青鱼？烤青鱼，你先拿起来咬了，好不好？豪迈一点，哎，切。大部分的刺都已经挑掉了，根本不用加什么柠檬啊。这个呢，我们只能代替李佳颖跟武阳好好的享用。真的哎，等一下再把这个味道讲给他听。练习这样，对，这个泡菜也是我们主厨自己好就是这样子的，对。哇，再加上那个柠檬泡菜下去，哇，那整个，哦，第三道呢是我们的刘福纳财虎咬猪，是我们时常吃的挂包。本人呐、来到彰化，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控马，没有错。彰化呢控马呢是从白天吃到凌晨，这个控马一定要肥瘦适中，有没有？你有没有看过博物馆里面那一块？有，跟这块其实差不了多少，对，长一样的。虎咬猪如果没有了花生粉，就失去了灵魂。哇塞，你看这个，看哇。这样一口咬下哈，就是我们刘福纳财，来一口咬下，是不是非常好吃？哇，我最喜欢肥瘦适中，软化在嘴巴里面，妈妈咪呀，当地的达人，当地的达人，阿翔，阿翔，在这边翔，哎，阿翔，你好，我是在地的阿翔，在地厨师，哦，对，厨师，厨师，今天我们要来带你们去工地办一个餐会，可是我们要结合在地的食材，所以我要带你们去那个一个很厉害的地方，神仙之药。神仙之药，我从来没有被一个男人握手握这么久，是男子握手真的是要等说他什么时候来的。神仙之药，然后您是厨师，是的，知道什么神仙？不知道哈。神仙之药，好像一个蓝色的，吃的，对啊，什么东西啊？是会变神仙吗？会。喂，等一下带你们去看一下，真的假的啊？有这种东西？我吃过这么多种药，我没吃过神仙之药。真的，在地的，在地食材，在地食材，彰化的厉害，方院。方院靠海边呢，风很大，方院靠在海边，在旁边就是海边。没想到来不是吃海鲜，是吃药。解药先吃，对，好，走走，好神奇哦，真的。请问今晚住谁家？你好，今天他说要带我们来找一个叫神仙之药。对，有神仙之药，真的。对，你知道什么神仙之药？其实我不知道，可是我看了这个两个根，我大概就猜得到。哦，这么厉害，我确定。你们知道这个两个？嘉颖，你应该知道吧？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现在看了不知道？看得出来，看得知道。应该是山药吧？对，是山药。你是马铃薯？山药。马铃薯，我说一个，那个卡拉罗，那个马铃薯真的这样子吗？南卡罗来纳州的马铃薯长这
样子。这个是台湾的马铃薯，不可能，美国的远远的。而且日本人对这个好像非常着迷。对，对。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哈含有18种氨基酸，哦，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C、E。番香所生产的人参山药，它本身是属于台湾的原生种。人参山药，人参山药，山药不就是山药吗？怎么还有人参山药？有分哦，有分，因为它煮出来的这个味道，哦，有点淡淡的人参的味道。是你们故意的吗？还是真的吗？没有没有，它本身是这样子。可以，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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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可以可以，打开，没问题，要打开了，没有，要解断了，直接打断吗？哇！哇哇哇看到里面非常的白，哦，很白，看到。对，可是这个不能吃生的吧？一定要煮。可以可以，可以吃生的。有闻到有一个别的味道，对，人参的味道。真的吗？人参，你闻到人参了？是真的。哎，真的啊！哇，好香哦！对对对，真的。这个现在是可以吃的吗？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咬一口来给我。林总，你确定？确定。哦哟，好哇 ，delicious， 是是是，嗯，你可以可以吗？有有有，分一半，好好好，分一半，可以可以，这边小块啊，试试看，试试看，哎呦，怎样，好吃吗？很爽口，很爽口哦，来看看喽，对啊。哎，但是不是有一个很绵、很绵的味道？对对，绵绵的。实际上会有一点，实际上它的品质比日本进口的还要好，比日本进口还要好。对对，那我们现在有现煮的人参山药，我来，你跟它闻闻看，它有那种淡淡的人参的味道，香啊！你跟它闻一下，香哦，香哦，人参不孤单，这个药，今天是人参山药跟排骨，哎，排骨还有蛤蜊。蛤蜊，还有山药，这我可以吃吗？好吃哦。吃一个看看，来一趟。什么味道？一点蛋，当归的味道。谢谢谢谢。当归，当归。谢谢。在里面有当归吗？没有。你没有当归，你吃到当归？没有当归吗？没有啊。口起口起，可以品尝。好香哦。但我觉得它的中药味应该也是，就是它的人参山药出来，对对，人参的人参的味道，熟之后就是变得很像马铃薯，对对，但是香气更浓的马铃薯，哎，真的哎，哦，弟弟家你刚没说错，它有一点当归的味道，味道，喝一碗汤喝出了人参哎，好有滋味，嗯，好甜哦，好好吃哦，而且我又学到一招嘞，排骨跟蛤蜊下去煮。好吃哎，很鲜。我很好奇，这边长出来山药都这么大吗？对，对，都这么长。对对，好奇。好要去就去看啊！你为什么要有这种好奇？你的一好奇，我们就要往田里去了。因为我真的好奇，真的假的？台湾都种了这么大根的山药。对对对，那等等我会带你们过去实地的那个。田里面去看一下，真的好哦，对对对，就冲着我们家里的好奇，就陪他去找一找。来吃吧，那夏天。哎，不是，为什么有人说明明是你想折这里，就断的是那里呀？为什么会这样？来，我们假设你自己想一个，你想一个，我猜。很厉害。但是要怎么如何证实是对的呢？没有，你现在过去跟你家人讲，你要画什么？好，你现在跟你家人讲，你要画什么？嗯。OK， 好了吗？他是什么？来，今麦来蒙起来哈，见，来看一下哈。哦，大鼻子，一个人，一个人，什么人？小呆瓜。对不对？三角毛啊，那个，型男艺术家，型男艺术家，李炳宪，李炳宪，李炳宪，接近郭富城，郭富城，郭富城，怎么也要给郭富城？刘德华，刘德华，刘德华，哎，彭于晏的其实，刘德华，彭于晏，刘德华，刘德华，恭喜豆哥主获胜，喜事临门。
快加入，快加入！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赶快订阅！请问今晚助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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